刚刚那个女人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潘佑接受组织检查之后，他一直高烧不退，生命都有危险，但是他还是坚决开刀。胡灿佑检查之后可以还是不行？你有没有听说？你正在恢复的过程中，再观察一下子。不是说已经晚太多了吗？尽快开刀吧。你已经听说了吗？医生，我有个请求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完美邻居。